这啥呀，你大强？那我不知道啊，你拆开来看看。你不会给我寄了一盒拉黑草吧？你是不是？我是什么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拉黑草。哎呦，这啥呀？秀丽可，你是不是翻我化妆台了？我还需要翻你化妆台吗？你收到情人节礼物了呢，还是秀丽可哦。我跟你说，这小子肯定是看我化妆台了。不过刚好趁这个机会给大家拍个视频，顺便来聊聊秀丽可这个品牌。让我来看他买了秀丽可家什么东西。哇，感觉还不少呢。快看看，目测有三个东西。这个是色修精华，他还知道色修精华。 AGE 的面霜， CE 精华。哇，这小子，我就说他一定偷看了我的化妆台，这些都是我空瓶的。哎呦，挺心机嘛，这招好使了，姐妹们，拿捏女人心，稳稳的让你们对象学起来。我跟你们说，姐妹们，修丽可这个品牌我真的是认认真真的用了好几年。他们家就是属于那种高端的专业院线品牌，就一直在认真的搞成分做研究。你就随便挖他们家的产品，一挖一个好用的。就拿这三个来说吧，首先色修精华如雷贯耳吧，我敢这么说，修护界内无平替。我每次脸上出什么问题的，它都一个顶俩，那个褪红速度你们想象不到的。而且我之前脸上又爱长痘痘，我又忍不住去抠，留下那红色痘痘真的特丑，一直用到现在。就在我没有遮瑕的情况下，应该是看不出来的吧。还有做了一些美美项目之后啊，它也很顶事儿，就像是一些什么红红啊、痛痛啊，都给你救回来。我觉得啊，女生应该人手必备一支这样的精华，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脸上什么时候会闹情绪，闹成什么样子，到时候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它就是来救你的。为大家科普一下，其实市面上很多的这个修护精华，它们都是单一的植物萃取，但是他们家是复合植萃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把很多的植物成分组合在一起，不单单光搞表面功夫，能直达你的这个皮肤底层去抑制泛红因子。而且它这个是绿油油的哈，很水很轻薄，而且它这个无油配方用起来真挺清爽的，它不会闷痘啊，大油皮也行，反正我的梳妆台上一直没有断过。然后是这个 AGE 面霜，著名的高浓度玻色因面霜代表之作，就是 K 老维稳一把好手，就是属于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存在，你们懂吗？对抗胶原糖化能力很闷很闷，这你明明天天都在熬夜炫奶茶，这脸它就是不黄不垮，以为自己是天选之人，没想到是他在替我负重前行。30%的玻色因帮你搞抗老，4%的这个蓝莓提取油帮你搞抗糖，0.2%的植物鞘氨水又帮你搞修护，就是所有人你脸上能变老的小东西，他都能想办法给你摁下去。姐妹们，好东西啊，实在是太实在了。它的质地啊是属于比较绵密的这种，看到没？所以呢，要在手心乳化之后再按压上脸，它上脸呢吸收很快，立马就哑光了，很温和的面霜啊。而且对敏感肌也很友好，放心用吧。最后这个 CE 精华，我说一句客观的、中立的、不开玩笑的话，修丽可就是一个抗氧教科书。其实市面上的抗氧精华很多都在抄他们家作业，而这瓶 CE 精华呢，又是修丽可他们家抗氧精华的 C 位，非常之经典。它15%的原精维 C， 1%的维 E， 加0.5%的这个阿魏酸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经典配比打败天下无敌手。只要你在化妆之前用它，就是你氧化到奶奶家的粉底液也不会暗沉。如果你身边有懂的人，你可以问问他，在抗氧界炸裂般的存在。注意啊，这个是日间精华，只能白天用，用的时候干手干脸，然后挤压按压上脸。该说不说，我男朋友这小子还挺机智的，不仅做了功课，还拿了满分，还看呐，聪明的人已经给女朋友下单去了。